原来是面皮啊。一拿到奶嘴，小男童马上咬着，露出了微笑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奶嘴，是经过三太子加持。没有，囡仔吃平安嘞，鼓励大家都生，给他个养一个健康宝宝。为了让家中四个孙子平安长大，阿公特地排队领取奶嘴，让大家轮流吃。这一年限不是只有男女之间的感情，可以你上司跟下属。绕境宝物还有这条红色的姻缘线，能够保佑信众人际关系和谐。以往都要向绕境队伍最前方的爆马仔来讨，但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改定点发放，只要添香油钱就能拿到，也让信众抢牌。大甲妈绕境的第二天，董事长严千彪头戴斗笠，身穿白衬衫、牛仔裤，原本表示不跟行程的他，现在现身的彰化圣安宫参拜，全都是因为想念这个传统味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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